平反好翻好多啦，係咪啊？其實冇病，今日係澄清大會啊嘛。澄清一下咧，其實咧不嬲都冇病嘅，不嬲都冇抑鬱症。佢最多就係相思病。他不是抑鬱症，如果相思病能够成为抑鬱症就没办法了，是吗？相思真的是不是相你啊？是，就是大家互相的思念，是啦，不是伤害我那个伤，OK， 是互相思念。想係嘛？想你，想你係啦，你掛住我，所以有個叫相思病。Oh, OK， 咁係呢個病係可以㗎，係咪？係可以。你係啊，即係我鬧唔得幾多㗎啦。清埋先，即係冇一冇抑鬱症，係即係佢其實解釋過好耐之前啱啱結婚嘅時候，去咗拍劇三個月，係啦。咁呢樣嘢我都分享過嘅。咁嗰段時間我就有啲唔開心，咁英文係有啲 depressed， 係個翻譯嘅問題。係啦，就唔係語言藝術，唔係一個症狀。咁好多人都會唔開心㗎嘛，係啊，係嗰段時間啫。活躍唔代表你有活躍症，話你有啲 depressed 唔係代表你有 depression。即係可能我鬼仔性格啦，我就以為 depressed 就係抑鬱咁樣樣就講咗。好笑咯！呢排係好多朋友關心我，即係有啲係好耐冇傾偈嘅朋友啦，跟住就話：哎呀，你好嘛？我介紹啲關於抑鬱症嘅書俾你啊，俾你啊，等你好翻啦，等我好翻，我請你飲茶啦，咁樣嗰啲嘢啦。咁我又有藥送俾佢，呢排連藥都送埋嚟啊！係咯，係啊，有人送。即是我不用吃，多得你不少啊！真係，同埋好多連客户都關心了佢喎。不如過嚟幫我哋手啊！工作一下咧，個人咧會開朗啲嘅。所以我呢排真的有吃軟飯的條件啦，所以下一間屋不是我買的，你應該是你買的，可能係。係啊，佢應該要夠私己錢的啦，再咁落去。